还是那个娟俊，永远是 T1 的噩梦啊！蛮屌的，我靠，啊，是什么网络？这East 是基隆东吗？一年了，不敢相信。一年续订，谢谢米雪。我也觉得时间过超快的。这游戏能凹人的吗？一直都可以凹啊，但凹的方式跟以前是不一样的。这也是往外凹，然后转一圈，现在是往内凹。哈哈哈！阿妮，咦？刚才什么鬼啊？没关系，继续被检举。为什么被检举啊？不是，这几个，这几个人都是那一种自己跑，然后跑一跑，就感觉一直赢很无聊，然后就会去一直停队友，或者一直停对面，啊，对方心态就会炸，炸了就会检举啊，啊，被检举多了就他账号就被限制那个配对功能了，只能跟 AI 跑。不用睡啊，亲哥吗？你跑到呢？就上个赛季，我觉得应该是我状态最好的一个季了。可是因为很多因素就打得不是很开心，然后表现也不是很好，那个时候压力就比较大。我那个时候心里面想的就是，这应该是我状态最好的一个赛季了，如果这个赛季打不好，我应该就 没什么救了。没想到，他这个跑这个赛季一更新，啊，直接把撞墙会损失器的这个系统抓回来了，然后还不能开气瓶了，我直接再强一个档次。我现在认为这个 meta 完全是我的 meta。我在这个 meta 超强，简单来讲，我觉得我比上个赛季更强。
就因为这个 meta 改动的关系。没错，我觉得我完全是版本之子。天照那个蓄气停车改掉之后，我多开心。你说凹是像这样吧，像是往内凹的，不像之前是往外往前推，然后转一圈。一般来讲，经典游戏做二代会很难赢一代，风之谷也是，然后星海争霸也是。Overwatch 也是。你知道我最开心的就是尾流被改弱这件事。好了，下线了，下线了，大家拜拜。